收看八字实战讲座。今天讲一下断旺衰啊，断旺衰，我们拿一些实例来讲一下。我一共举了三个例子。好的，这相当于真正的步入实战预测啊，真正步入实战预测。第一步啊，第二步我们该怎么弄啊？比如说这个八字排好之后，排好之后，我们第一步是不是就要断它的旺衰啊？大家看我的一个步骤啊。酉金是不是有三个力量啊？是不是有三个力量啊？丁火克它，戌土生它，亥水泄它，还剩几个呢？还剩两个对吧？还剩两个。我们把这个都当做消失不看，当做消失不看，只是当做事实上它是存在的。酉金泄这个日元，是不是有33%多一点啊？34%不到的啊？这样一个力量啊，就33%多一点吧啊，这样一个力量就是弱。再来一个呢啊，就是50%了，50%了。再来一个呢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就是身弱了啊？是不是就身弱了？这时候我们断上它已经身弱，身弱之后我们还断它是不是从弱啊？身弱之后还看是不是从弱？大家记好了，只要日元周围有印的话。这三个地方只要有印呢，就永远不可能从弱，永远不可能从弱。所以说这八，是身弱啊，是从弱。啊，这不就简这么简单就断好了？其实真正快的话，几秒钟就可以断出来了。这一看啊，还有两个力量，这一个两个一加，是不是就一半的那个？这是很快的啊，几秒钟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八字，比如我们排好之后，是不是看它旺衰啊？啊，三个，丙火耗酉金生，酉金生是不是还有四个？还有四个，还是按照那个原则。如果它超过三个之后，我们就不用再那个，其实很多东西不用再加了，不用再加了。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我说那个，这个还不太一样，大家记好了。如果说这里是个，如果这里是亥水的话，如果这里是亥水，大家可以不用看那个来注子水。因为是那个，只要是深度子水就不用这么看啊。酉金不一样，酉金呢是克乙木的，克乙木的，相当于日元的那个一档，这时候还要看转向，因为那个酉金变转为子水的子水。好，我们看它有四个力量是吧？四个力量，申乙木那时候50%的旺，乙木在那个助它，按道理来说是不是申旺啊？按道理来说是不是申旺？其实这个比较特殊啊，比较特殊。大家记好这一点，如果有一个月令啊，加上另外一个同档，只有两个的话，是不是只有两个？哪怕月令再升它，这时候都当做身弱来看，大家记好这个条件啊，月令啊一个，加上另外一个同档。这两个那个都是同档，一个是月令，一个是那个啊别的地方。这种情况下啊，都当就当做那个身弱来看啊，身弱来看，还不能当做身旺，这是比较特殊的。大家记好这个特殊情况就行了。为什么不能那个？总得有原因吧。其实我们呐，什么这个克啊，这个克啊，那个，我们都是为了那个断旺衰方面。真正它发生深刻情况不是这么深刻的。比如说酉金生着子水，酉金是不是只是一生子水不克乙木呢？不克乙木其实都克啊。酉金它的作用其实有三个啊，克乙木、生子水、克乙木，是有三个啊。我们只为了断旺衰方面才说酉金全部生子，事实情况不是这样啊，事实情况不是这样。啊，包括这丙火，子水克丙火，它消失不看是不是啊？事实情况下不是啊，乙木还要生丙火，还要生丙火。反正这个都比较特殊的情况吧，大家记好了，记好这一点就行。好的，这八字是身弱，这比较特殊的情况，非常特殊，当然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只要遇到这样的，一个月令加上另外一个，就当做身弱。
好，这个八字的比分排好之后，我们看旺衰，三个住一个，耗一个，泄一个，还是几个？还是两个，对不对？那他是相事不看，他相事不看，他呢是不是还有两个？此时我看，土壤有亥水助他，那就33%左右的。再来一个助他呢，就是一半的旺，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是不是那就偏旺啊？八字属偏旺的。啊，什么？再看这个，八字排好之后，我们开始断，看一看这里是有三个啊，丙火生他，午火生他，申金泄他，发生几个？发生四个对吧？这还是两个是不是？很明显是不是？很明显是声望对不对？这么一看的话，只有一个巳火是一档，这个巳火是一档，其他都是同档，是吧？很明显是什么？当然这属于好断的，好断那种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点忘说了，断出它的旺衰之后呢，我们还看它从不从。比如说这个断出身旺之后呢，我们要看它从不从旺，看不看它从不从旺。大家只要记好了，只要日元周围有煞的、有官的，就是这几个位置，只要有煞有官的，永远不从旺啊，永远不从旺，记好这点经。好了，剑客讲这里，了解更多的视频。